上9点哈，在我们现场当中有网络评论家温朗东，以及民进党立法委员赖瑞龙，以及耶鲁大学的龚蔚硕士，这是黄伟哲市长来到我们现场。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姚立明老师，前卫生署长哈，更是龚蔚的专家涂醒哲这个涂博士来到我们现场，还有病毒学博士赖秀穗老师加入我们的讨论。我让你来看在下午3点这一场非常关键性的记者会哈，来我们看全画面。你知道中部的白牌车驾驶罹患的武汉肺炎身亡之后，就连死者的弟弟跟妹妹也是确诊案例哦。那今天下午3点由疾管局所召开的记者会呢，中部家庭群聚再度新增加了一名确诊病例，他的接触者呢多达有189人，检验是阴性的，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有24人在检验当中。根据呢他们今天这场记者会当中还公布一个重点，新增加了44例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的通报个案，我相信是从白牌司机他也是个通办的肺炎的个案里头捞出，他原来也罹患了武汉肺炎，所以呢，他们现在新增加了有44例严重的就是传染性肺炎的通报个案，累计通报个案有1913名，那含23名的确诊，1812名已经排除了，那剩下的隔离的检验呢？有30名当中初步所检验是阴性的，其他的还在检验当中。那目前的个案接触者有167人持续在居家隔离哈。好，新增的个案呢？这是第19例白牌司机的妹妹哈，今年六十岁，在189人的传播史当中检验阴性，24人还在检验当中了。那我想请教温朗东，相对在台湾的状况，那中国的最新情势又是呈现什么样的情形呢？你知道中国的情势到目前为止，如果用相关的影片所曝光的一个画面呢，哇，真的中国的武汉，还有民众啪啪照，连呢现在口罩买不到了，前日本首相呢鸠山由纪夫他捐了100万口罩给中国，日本的网友都气炸了，要不要滚出日本呢？但是呢，中国的口罩跟医疗物资缺乏的状况让他在全球10个城市包括在日本这个国家大肆搜刮。为什么可以大肆搜刮？一方面呢，日本呢可能真的是为了办冬季这个奥运吗？他为了办奥运吗？所以呢，根本到现在还是不设防，让很多的中国人士还可以是大举进入到日本。来，中国的最新状况来问朗东。中国状况就是疫情完全被控制，完全没有问题，有问题的都是台湾在造谣。什么意思？今天的凌晨的时候发了一，在环球网上面发了一篇说，台湾的政论节目名嘴无端抹黑大陆防疫，岛内舆论痛斥，然后里面就提到说呢，未经调查的一些视讯啊等等，包含方舱医院的厕所少，要24小时排队，每人只能上2分钟等等。其实这些事情在推特上面都有非常多的网友在证实了。例如说，我马上就找了一个相关的推特，就提到说，不仅是多人共用一个厕所，而且这地方电线会跳电，电热毯无法使用，晚上冷的睡不着，还没有打针，也没有用药。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网友证实的，但是我也很好奇的是说，到底环球时报他所说的名嘴到底是谁？莫非是姚老师吗？瑞德大哥吗？还是说那是定宇兄？结果没想到我一查之后发现说，哇，竟然是叶元之啊！也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讲的话，原本那国民党的这些名嘴所谓比较客气一点，可是必须要防疫关头啊，这个没办法了，国民党也一起骂哦。新北叶元之造谣说呢，这个方舱医院只有一个厕所供1000人使用，这个就被环球时报呢在今天的头版上面重重的批评啊。那接下来最重要是什么呢？去查这个方舱医院的历史上面哦，这个在自由时报的话，其实2月5号有一个很关键的综合性的一个新闻报道，整合了希望之声还有多个媒体。为什么？他说了，中国内部的专家早就已经预言到了这个火神山、雷神山发生什么事情，说他是进得去出不来集中营，说是死人坑，说说军人会服从上级安排，让重症病患提前解除痛苦。什么叫提前解除痛苦？就是把它烧掉，还活着的时候就把它烧掉，然后活人坑、死人坑，完了烧，烧完就完了。这个在2月5号的时候，其实中国内部就已经说明了，他们处理模式就是这样子。而这样的事情马上就被要证实了。首先先看到这一则，这个在上个礼拜的时候都流传非常广的，就是在一个中国内部的一个群组当中，他在招殡仪馆的这个员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不怕鬼，大胆
有力气，因为他的薪水高达人民币4000块钱四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人民币1000块，这个对于中国清洁工来讲是天价的价码。为什么会有这个天价？因为要大胆，大什么胆？就是活着的人你要把它塞进去烧，要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胆量。为什么？因为网友就说了，15分钟前医生叫他帮他抬他爸爸，结果他去病房的去摸了小腿，他还是热的，这个爸爸没有死，睁开眼睛要说话，医生很非常的惊讶，就把呢这个网友给赶出去，叫他呢赶快把他呢带到尸体间去抬走了，活人当死人烧。这个呢，就是你所需要的这个大胆，然后也包括是所有非常多的，像看起来像救护车的，在不同的这个推特网络上来说，有孩子的大声在呼喊，是说他看到说里面有非常多的尸体一一的被运去，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像救护车已经被改装成运尸车了。今天跟骇人听闻的是说，他还运了非常多移动式的焚尸炉。什么是移动式焚尸炉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比较细的画面，垃圾跟动物尸体处理方舱。这样的一个方舱的话，它在2-3秒钟之内用快速用高温就可以把这些垃圾跟尸体，包含人烧掉。它能处理的量能到底有多少呢？一台的话可以处理到5吨，就是5000公斤。嗯，然后我去算了一下，因为现在媒体有是说是有它运了20台，也有说已经到达40台。如果是以40台为基准的话，一天可以烧掉2800具的尸体。以7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举例，也就对于武汉来讲，目前24小时原本的焚化炉已经不够了，他们要尸体，包含说已经重症的还在哀嚎的人，他们要烧掉的数量已经是成千甚至上万。在这样的状况中，你继续往下来看，这样的状况中，中国的状况如何？其实中国人自己最清楚，在他们这些日常标语当中一一整理出来之后，发现非常可怕，他们情绪非常的激动。为什么？他说。一人出门，全村咔嚓，因为已经封城了。还这个在浙江宁波市，还不然湖北回来人都是定时炸弹。这个在江西省九江市，哇，他不是说什么台湾人没有爱心吗？对台湾人很失望吗？怎么他们自己对于湖北人把他们说成是定时炸弹呢？还说不戴口罩就出门，这个杂种不是人，哇，这用词非常的激烈。冠状病毒不可怕，只要大家听党话，不戴口罩你试试。事事就事事，变成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像绕口令的东西。还有出门打断腿，还嘴打到牙，有公安就武警就在下面。还包含今天有非常多的一个画面也显示说，有一些民众只在那边在耕田的时候，在空旷地方没有戴口罩，马上被公安武警呢用乱棍呢去攻击跟殴打。嗯，那其但是呢，对于中国来讲，疫情确实被控制。为什么？因为有人死没有关系。党的指挥尊严没有被动摇就好了。人民日报现在最新的消息呢，就开始说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他现在呢对于呢一个确诊跟疑似病人的话呢，非常的关注。在这样一个党的造势底下，就底下没看到按赞数58000、26000、18000的留言，全部都是对于王忠林的歌功颂德支持。说他到了摆不停，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接待，直接到基层，非常的接地气，非常的认真。所以对中国来讲，反正死的都是湖北的人，然后武汉的人，然后都透过呢这个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的新兴的上任，带来了新的希望。过去旧的问题就摆在一边，显然中国的疫情在这样的一个掩埋事实底下，还会继续的燃烧。你知道，谢谢吴朗东哈。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哈，来请教这现场当中这三位博士啊，你知道连现在中国的疫情哈，我看起来是非常严重，他们现在连怀疑纸钞都可能有武汉肺炎的病毒，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在今天有一项消息说调拨6000亿的新钞，那为什么呢？这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范一飞，他宣布呢要向全国去调拨这个金额，那这个金额是多少呢？2兆5800亿新台币。你们想想看哦，6000亿的人民币的新钞，6000亿，如果一张是千，一张是百，6000亿的人民币是多少？他说调拨之后怎么做呢？银行对外要付出新钞，另外对于疫情重点地区呢，现金必须要回笼，回笼之后呢，现金回笼，当然就是旧钞回笼之后呢，消毒存放14天，再投放到市场。消毒存放2个礼拜再投放到市场，那他们说呢，以免人民币变成是一个什么病毒传染媒介，大家都议论纷纷哦，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调拨6000亿人民币新钞，所以说中国的疫情有多严重，连现在纸钞都可能啊，纸钞相当于
对中国人在用啊，你都用来用过去，穿来穿过去啊，钱都啊收来收过去。所以呢，来这个来郭博士怎么看来？这样子，这个病毒当然是从各种接触，然后跑到身体里面去的。是。那所以主餐当然也不排除，如果在已经这么多传染的人里面，也许真的很多主餐是有被摸过了哈。所以他们现在是草木皆兵啊，所以变成说什么东西都要防。不过我再回归来，没有错，这个是有可能有病毒在上面的。那但是你摸了以后呢？拜托，不要用你的手指头再去摸你自己的眼口鼻啦，一定要洗手以后才可以啦。我觉得很奇怪啊，是的，新钞出来后，经过两三手就也是啊。如果对啊，它也是一个传播媒介的话，对啊，一样啊，一样存在。因为重点可以存落在人的问题。来，赖博士来。因为这个病毒啊，它在我们室温了哈，像现在25度了，应该可以存活大概2到6天哈。那看温度越低，它的存活的时间越长，所以你纸钞是最脏的。如果用纸钞来弄，你在病毒在上面，我就在怀疑说，那个如果是我们那个白牌那个司机啊，他的是用纸钞在付钱的时候感染，也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是这个纸钞，你看，所以美国他为什么要禁止中国的所有的邮件、邮包？那这个如果在飞机里面呢，它是这些货柜是很低的温度里面哦，那在那里飞过去就一天两天，这个病毒是可以传过去的，所以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小心。那这个病毒呢，事实上，纸钞在，我知道现在在中国哦。他们都用 iPad， 对啊，用手机在那个微信，他连乞丐要钱都可以用。听说他那个用钱的话，有些那个比较老的那个人在市场里面用钱，他都不想收哎。OK， 那中国现在的情况哦，有一个 CNN 记者说，现在的那个城市啊，他 Dead City Over China， 就中国所有的 City 都死城了，为什么？我妹妹那个女婿在上海，她去上班，她在一个德国公司上班。她说中国现在是封城了，但最早就说一个社区、一个里或一个村。那这个里和村呢，本来是有5、6个通道的，它现在全部封起来，那剩下一个通道，那里面外面就设一个那个管制的。你如果是在里面，上海哦。如果在里面的话，你拿那个白牌的那个牌子，你天天都可以出门，出门的时间比较长。是。那因为我这个妹妹的女婿回去呢，台湾回去，他不行，你要拿黄牌。你一个礼拜才可以出来，一天两天，出来的时间要很短，所以他干脆就不出来了，他就用 order 的啦，那东西就送到那个门那里啦，那就用所有的都用这个来付了。中国这一次啊，真的是非常可怕，所以他说整个的 China 是 dead city， 就是死城嘛，死城一个，连上海、连北京都是这样。那你可怕，你这个整个中国有办法再撑下去吗？再2个月，所以我过去说，撼动国本，非洲猪瘟的时候撼动国本。事实上，现在的这个他加上非洲猪瘟，再加上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我相信他已经撼动这个习近平的一个政权了。是，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撑下去。所以这个陈破文老师来告诉我们最新的状况哈。你知道到目前为止，因为解放军感染的范围也被认为持续扩大当中，连海军舰长哈也遭到隔离观察。中国的最新情势，如果以美国专家认为啊，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呢比 SARS 的传染力强20倍的话 ，WHO 你还说中国现在整个战略是对的，那 WHO 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点神经病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中国有一名公务人员因为隐匿他的接触史，结果命运是怎么样呢？导致了社区有1700多户通通都惨遭到隔离的。如果连解放军的感染范围都扩大当中，海军舰长有都被隔离的话，你觉得连人民币都要换新钞，中国的疫情会不严重吗？可是我想请教是黄伟哲市长哈，疾病管制局他们的指挥中心现在所公布的记者会哦，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第23例，他是检验第4次，
才成为确诊。那我刚刚特别提到的是，在这段时间有出现像咳嗽了、流鼻水或发烧的，这个类流感又类武汉肺炎症状，除了妹妹、弟弟之外，事实上还包括了跟前妻生的儿子哈。那现在最新的一个结果是说，已经确定23例之后呢，高风险当中包括前妻跟儿子，相关单位紧盯的结果，两次检验都呈现阴性的情形。好，前妻跟儿子两度检验都是因为住在北部，都呈现阴性的情形，所以呢，他们当然要求相关人员，你这个时候在北部还是做好居家隔离。来，这个情势发展，来黄伟哲市长。我简单说，其实我们还是必须回归到这个事情的基本面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病毒是飞沫传染、接触传染了，是不是有粪口传染，这个部分还得有待证实了哈。但是所以说，既然是飞沫传染、接触传染，必须。这个人跟这个白牌车司机有接触，哈，譬如说同桌吃饭聊得很开心，口水乱喷啊，或者说这个手去握手，或者拿同样摸同样的碗啊，或同样的食器啊，或其他的部分，有这样的透过一个接触，那他的家人应该是跟他接触最密切的。那住在北部的前妻，除非是过年过节，或是他这段时间有去北部访视，或是他从北部回来，哦，这个部分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隔离，或者是因为我们隔离现在的这个第一个要件是你跟确诊的病患有过接触。有接触史，所以要把你隔离。那过去不管是从这个武汉的专机飞回来的这个部分是要集中隔离，或者是你在家啊，在居家隔离啊，给你一个手机，一个防疫手机，你这个如果离开家里，马上手机就会通知这个疾管中心或通知当地的卫生局的啊。那这部分是隔离，所以他家的人，包括他的前妻跟前妻的孩，跟他们共同生的孩子，包括他们共同吃饭的人，甚至包括我们还在追说这个所谓的这五个已经确诊的人，19例到23例，这五个已经确诊的人，是不是他们还有其他的接触？这是要追的啊！如果追到了，那真的是大家都经过二次采检哈，或者三次的这个筛检都是阴性，那就我们就可以放松一口气。如果不幸中间有一个，那就再继续追。那因为这样子，根据刚刚其实几位来宾，包括涂老师所提到，也这样子有可能就是算是一个第二代的社区感染。那是不是定义为社区传播？我不知道了哈。但是经过这样已经传了第二代，那如果第二代的人再产生一个确诊的人，他的接触史又如何？这样子一个追，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是我们防疫人员辛苦的地方，他们都是认真的一个一个去追，但是我们国人要对他们多。体谅，给他们多加油。听说你最近在追一个21岁的花姓女子，在居家检疫当中失联了，追得有点火大，对不对？你认为要重罚，甚至要她赔偿寻人的相关的费用？咱好，咱国民党跨电视台有看到哦，这个大事框里的出现，公布哦，新北就公布这两个失联的民众，结果很短的时间就在饭店里头找到了。来，这个地方政府中央在整个疫情绷紧神经同时，地方政府在落实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挚爱难行之处？其实没有火大啦，因为这个防疫的事情还是不要带情绪比较好。只是因为真的觉得很不值啊，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在提到的，你如果跟确诊的病患有过接触的人，你就必须被隔离。那你如果是从中港澳回来台湾的哈，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是检疫，那隔离的强度比较强，给你一个手机，你随时离开就会叫的，好，那检疫的强度比较没有那么强，就是定期好一天可能要打三次，好晨昏三定性，说哎你今天有没有发烧啊，身体状况还好吧，今天有没有出去啊，但是坦白讲这样的一个强度是比较低，目前台南大概有1000多个，还有其他县市也有一好几千人。刚说居家检疫，刚这个温朗东就提到了，就光是2月19号到2月26号就已经7天，不是，就1月19号到1月26号这7天就有26000个。2月9号到2月15号，李正浩说就有26000人。对，所以这些入境的人都是必须被检疫的嘛，在居家检疫的嘛，所以说这么多的一个量，那对基层的公务员来讲，或者不管是警察，
或者是李干事，或是有其他的这个我们卫生局的人员，都是一个蛮大的负担呢。所以，但是基于防疫的需求，我也是要求有恳求我们自己台南市的我们这些公务人员还有警察人员，其实一天如果打三次，我们觉得多打几次好不好？打家里，因为打家里的电话，所以一定是打室内电话，是不是？他跑不掉嘛。你打手机，那可以用一个，就是说他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他去访友，不要讲话，我不是在通常说，那个防疫人打来，他也许可以装嘛。但你用家里的电话，坦白讲，他就比较不容易装。如果他要跟你用什么转接，那你就想办法再去隔除这个部分的转接。所以还是得视讯，然后如果把室内电话转接到手机，手机之后又爬爬照，又去拜访，又去哪里搭高铁，哇，那真的防不胜防。对，大家可能互相体谅一下，因为你帮自己等于是帮别人哈。来，我们看一下。钻石公主号现在华航在礼拜五决定要出包机了哈，不过今天也再一次增加了一个确诊个案，是台湾籍的24人当中，已经是台湾罹患确诊病例已经来到了第五人哈。来看一下在今天公布的最新消息，有关钻石公主号。指挥官指示由我来负责处理有关钻石公主号我们相关国人回台的一些事宜。那原定本来是期待19日呢，就是今天呢，可以用包机的方式去把他们接回来。但是因为各国派班机，包括外交部在交涉的过程中，必须申请航班准许跟能够有一个定点，让我们不需要经过空桥这些比较属于在接回来程序上的事情。所以目前最乐观的时间点大概会落在21号下午左右。那这个是目前我们的一个申请的一个状况，但是还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复。那目前呢，整个包括所有的旅客再加上员工有2位，应该是24位，那4位确诊在日本治疗中，但是新增加也有1位目前确诊，可能到时候就变成24位扣掉5位变成是这个19位。那但是呢，经过外交部再仔细的去了解，船上有些不是拿台湾的护照，但是他也要回台湾，他有2本护照，但他用别的护照去日本旅游，那目前可能情况他也是有台湾的护照也想回来，所以这个人数呢要到最后才会确认。那目前呢，所得知的是船上是有7对的夫妇啊，1对的是母女，那其他大概是单身。那6对的夫妇其中有一位是确诊，那他的这个夫妻之间呢就必须同时在留在日本，所以目前大概掌握的人数呢，必须等最后确认。啊，我们的原则是只要你是有台湾的护照、台湾的国籍。而你也希望能够这些包机回来的，我们会一并处理。那目前知道的是，今天有陆续的下船，所以有5位呢是已经先行下船，由外交部的同仁呢接待到旅馆去先行安置，之后呢才会由包机的部分统一去处理。目前大概的进度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好，确定包机要撤回了哈。那事实上呢，在今天早上你也看到驻日代表谢长廷的脸书也公布了一张一张这样的照片。这是什么照片呢？到目前为止，因为有5名的台湾旅客呢，他们在下午1点钟左右，那驻日代表呢谢长廷也戴着口罩到现场去关切哈，所捕捉到的是当时的钻石公主号在隔离当中的台湾旅客。那为什么谢长廷到现场去了解这个状况呢？最主要是要把他们终于可以下船了。那下船之后呢，先带到饭店稍微安置之后，当然就等待就华航在礼拜五的班机的。陆陆续各国都已经是撤侨，以专机的方式来进行去护送哦。从现在这个画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今天在第一现场，除了谢长廷在脸书之外呢，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VCR 的画面呢，它是捕捉到什么？因为大约有500多米的检疫结果的阴性的乘客，他们可以下船。所以呢，日本传来消息，如果检验结果是阴性的旅客呢，那曾经跟确诊个案呢同住一个房间，那就必须要多待在
船上14天了。好，你虽然是阴性，可是你跟500多米的确诊个案又住在同一个房间，必须要在钻石公主号内再多待14天，等于到3月初才能够下船。哇，史上漂流坐的最久的一艘游轮之旅哈。那林佳龙现在拍板定案，就是说他们在礼拜五会利用包机将台湾民众来接回来，这个就是一个最新画面。那杨老师怎么看钻石公主号目前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我觉得这个日本一方面哈，这个在全力来处理钻石号，另外一方面又显得有点疏忽，而且非常大胆。现在被检验，现在被允许下船的人虽然都是检验过的人，对，可他居然就直接下船之后带用车子带到车站自由解散，让他们马上可以搭大众捷运系统。搭公车，万一他像那个白牌车的妹妹，对呀、啊，他完全没有症状或者初步阴性，也有可能潜在嘛。我看到那个捕捉的画面，的确，他们一下船之后，下船上有巴士带运、啊，你看巴士或者是私家轿车就来接走了，来带，然后去机场把他们带到，因为他们在港口嘛，他们走出去还很远，他们就把他带到最近的车站，然后就把他们让他自由行了。这样接人过程看起来有点恐怖哦。这个非常可怕的，这个你怎么因为就近钻石公主号的社区感染哈，就是船上的感染因比例非常非常高了。那你而且他从最后一例确诊到你下船根本没有14天嘛。你从第一例确诊到现在都有10几天，可是你从最后一例确诊到现在下船的人，你们又没有经过多少天啊？就是你最后一例下诊，就好像台湾的最后一个确诊今天才确诊的。那这位台湾人，他如果明天后天接触的人下船了，因为没有因为检验是阴性。结果上了我们台湾的飞机，到了台湾来就让他放了走，我相信台湾也不敢啊。这就是我们台湾跟日本他防疫的强度处理上就不一样，所以我非常赞成啊。现在好像防疫中心认为，第一，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连日本、韩国都不承认哦，说你现在从船上下来的人不能进出日本、韩国。日本跟美国跟韩国，就是即使是不是确诊个案，即使你已经下船自由行了吧，你自己国家自己给你等于搞不好给你处理，不管哪个国籍，他都不准你来。你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他才准你入境。美国的包机接回去还是要在14天？对，美国的包机走了，就算你没有搭那个包机走的美国人下日本，下船了自由行了，你自己搭飞机也不准入美国。现在是一律。那美国这个包机载到哪里去啊？就带回美国，也是一个把它围到好像空军基地里面。本来说是在美国的驻日的军事基地，所以也等于没有进入它的本土之内，对不对？还在本土之外进行隔离，反正找一个地方进行隔离就是了。对，应该是回到本土隔离去了。隔离本土的一个圣地亚哥那边。军事基地隔离起来。应该军事基地。对。所以我们的防疫中心才会把钻石公主号宣布为疫区。对，没有错。这样宣布为疫区，我们才可以把他们接回来的人才把他。能够把它隔离。如果比照日本的标准的话，他是啪啪走，最搭任何一班机来。确诊个案现在都留在日本进行治疗，可是如果初步不是确诊个案，我们带回来，等同像是武汉包机一样。对啊，我要送到林口、乌来或台中进行隔离。没有错，因为你等同我们现在居家隔离的标准嘛，你跟确诊者有密切接触嘛，这应该是非常清楚嘛。你从而且就等同你从武汉出来一样嘛。对，因为你如果没有宣布他为疫区，你就不能强制他隔离。对呀，就跟我们从武汉接机回来一样嘛。我们武汉接机回来虽然只有一个确诊，其他的人全部要强制安置嘛。对，强制隔离哦，强制隔离安置14天以上嘛，然后再放出来。所以我想这一点应该在钻石公主号也要做的第一个。我觉得全部19个人了，现在听说19，可能会多，可能会少一点，可能会多一点。那19个人，那第一个要再检验一次，我觉得重新再检验一次应该是必要的了。就算检验完了以后，强制隔离十四天。
应该也是必要的，这一点我相信台湾应该会做得更严格一点。嗯、因为考虑的确钻石公主号已经算是非常严重的疫区了，所以呢他们才有非常多的防疫措施。那指挥中心我们看副指挥官呢何启功认为，从日本上机之后呢要求旅客戴口罩跟防护护目镜，这防护护目镜通通都要戒备，而且要穿上隔离衣。那么搭乘的华航班机呢，现在预计就是说，如果你看这个班机内部有100多个座位，应该是绰绰有余哈。那因为总共大约有18、19名的旅客，等于说每一个人可以单独坐一排。非常安全，单独坐一排，以免有这种近距离接触机会。那同机上当中也有1名医师，包括3名的护理师来随行。那这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规格。那署长，你看这个规格怎么样？这个是这是什么？超世界级的规格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一个都已经检验过是没有的，超世界级的规格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一个都已经检验过。是没有的，至少没有症状什么才可以。那当然这个日本说你要放在床上比较安全来检疫，还是回到你自己家里比较安全检疫，每一个问他们，他们都说我回到家里安全检疫。不过这个是在日本，因为他们的自我健康管理每一个都做得比较好，日本是不是有比较合法？你隔离在隔离冷藏的，这样就带来内循环。总共没什么状况，只隔离2天 ，OK 吗？只隔离两天，隔离两天隔离两天。其实他一直不是隔离两天，他是说我观察2天阴性，那你可以出去。出去的话又要自我居家检疫的意思啦，自我管理，自我管理的意思啦。他意思就是自我管理，这个自我管理是在非常守法的，像日本自由的清洁站，在台湾哦，你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会被骂死。行不通的，飞机上有大概60排的位置了，那所以每个人不仅是一个人坐一排，而且后前三排或3排可以隔3排，所以这些人理论上是没问题的啦，他没有症状啊。如果照日本的标准，这些人是都可以放下来可以跑跑照的人，我们还用这么高规格的再回来，全部用等同这样的防疫，所以你看出来说，我们日本跟台湾这一次的这个防的这个经验，比如像这一次公主号的时候，原先就有很多人建议了，你何不就是找，因为游轮还是有很多，找到把那个稍微健康跟那个分开来，你说这样在一样是在你的境外做处理，不会没有错，但是我这样处理的话，不会后来去这么多人，没有错，等于10个里面就有1个是后来是被感染，所以等于形同的是一个大的。一个疫区的，那你等于疫区之后，你完全的信任你的中央的这个这个日本的防疫单位，你能够确保上面的完全照着你的指示在做的嘛？我相信如果陈时中、何启功一定不敢信任，对，所以一定要自己再做一次。那你既然把这些人确定完之后，500个既然就放下来，然后放他就走了，严谨一点，好歹这500个你稍微再辛苦一点点，再把它做一隔离个14天，辛苦一点，这可以确保你国内的安全。他的，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很严谨的做法。严谨的，我说明一下他现在公布的严谨到什么程度呢？这些人呢，除了说有1名医师、3名护理师，陪同之外，一个人坐一排之外呢，他们在台湾下飞机之后呢，量体温，直接呢送到医院做筛检，而且呢要筛检2次都阴性之后呢，才会接下来呢送到哪里？送到隔离检验所。这个时候呢，恐怕跟武汉包商一样，要住14天，14天确定。这是一样是阴性的才能够解除隔离，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啊。来，这个赖老师，我看这个钻石公主号有一个 CNN 的记者在那报告，他说啊，日本在检验这个是阳性阴性，要花了3天到4天，那我在想，如果是就3700多个人，如果一开始我们台湾大概3天4天就全部检查完了。所以这个这种日本哦，就是真正的怠慢了这个所谓武汉肺炎，我真的不知道他日本要怎么样来控制这个，所以很可能日本是我们亚洲除了中国以外，可能是第一个最危险的地方。这全世界嘛，他现在不是亚洲啊，对，他现在是全世界除中国以外病例最高的。哎，对对对，应该是全世界的那个案例全部都算他的。如果现在日本如果再爆发更大的社区感染，对啊。他怎么办那个奥林匹克？你知道我们的规格高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到底要不要进一步查证哦。说呢，因为厕所也是一个重要的防疫地区，高规格到说提供尿布。让你不用随意走动，真的需要做到这种程度。总共只飞3个小时，回来了。我实在觉得，
提供尿布禁止这个随意走动，也很好了，也很好，是不是？也许很多人认为的确有这个需要，需要提供，对，的确是这样子哈。来，我连线一位哈，在前线，你知道这段时间呢？不管是药局，不管是在制造口罩的第一线，我都觉得生活在台湾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们的防疫决策小组是这样的一个辛苦，我都怀疑他们一天能够睡几个小时的觉哈。那包括在药局，如果你也是观察到药局往下一间药局，刚刚几人在顾点，啊，现在面对大排长龙，如果这个药局它分发到的口罩呢是200片的话，一个人可以拿2片嘛哈，那等于说要100个人排队哦，号码牌发100个哦哈。那如果你发到的是200片的话，哦，200片100个人。那如果发400片的话呢？那我想牵涉的范围更广了，是什么呢？除了人数众多之外，明天开始的因应开学，儿童的话呢，可以一个人领4片，一周可以领4片。那所以呢，我们要连线给这一位。那为什么我说要向他们致意呢？今天出现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呢。因应整个需求，工厂啊，在第一线的口罩的这种轮班呢，昨天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彰化这家工厂呢，这是一名女性的工作者，她操作机台的时候呢，她的右手中指的第一个指节操作不小心被夹断了。虽然当下立刻捡起来断指哈，送往医院去急救，但是伤势经过评估之后，恐怕无法接回。只能够截肢。那我们看这个不幸消息。口罩工厂内机器不断运作，一旁还要有人员看守，却传出工厂员工手指被夹在机器里。穿制服的口罩厂员工手上包着白色纱布，神情痛苦地坐上救护车，由医护人员送往急诊室。可能是自己不小心吧，伊较袂晓啊，啊，咱就是爱家家，变作讲两台拢爱走来走去，啊，有当时也要顾这台顾那台啊呢。彰化一间口罩工厂为了加速赶口罩，实施2班轮替。18号，一名下午上班的58岁演戏女子，在赶工的时候操作绑带机台时，机器往上升，右中指当场被夹伤，鲜血一直流。因为刚开始我不晓得她只是把手那个捂住啊，然后我以为就是应该是普通的割伤而已啊，就先帮她止血。就医之后，再返回工厂找寻到断掉的中指之后，请救护车将这个女性患者送往彰化基督教医院。口罩工厂赶工之际发生断指事件，院方评估伤势与患者沟通后，将会把受伤手指的第一节进行截肢。哇，那个这个涂署长是不是该向第一线人员致意啊？是，这个我特别在这里也拜托大家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大家知道，我们说你不要去公共场合，而有不要去接触可能的生殖动物。我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医护人员正在接触病人，因为之后他们要去服务嘛，或是怀疑者，所以一定要不断的赶在拜托。第二，如果我们现在开始要所谓的纾困啦，大家当然知道有一些行业，好像这个旅游业啦、观光业，他们业绩减少，收入减少。但是另外一种行业叫做业绩增加，收入减少啊，这个就做我们的医界，因为我们医界是拿全民健保的总额预算，所以当你工作量增加的时候，点子反而下降，那你工作量增加那个部分又要成本。是啊，他的这个所以防疫条例可以增加。我知道，补充就是说防疫条例做两件事，一个是这个就是要去对像这些人员，我们要补助他，甚至他如果因这因工，因为这些任务上而造成他的伤残甚至死亡的话，我知道政府给予他这个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大家人心惶惶，去医院看其他的啦，什么什么，他以为他不是说真的是这个病的，是所以其他的工作量也是增加，哦，这个部分是会点值下降的哦，哦，所以这个部分未来可能要看一看，这个时候是因为怕反而潮气向上升，还是因为各式各样的病反而是增加，啊，这增加工作量是大家人心惶惶嘛，卖光你困不起，可不卡这样嘞，那这个部分恐怕是一定要拜托纾困的时候也想到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现在还可以拿到一定量的口罩，包括645万片因应225，就是2月25号的开学。你真的要谢谢这第一线的这些人员，你看他们轮班不断的去上班，他们有特别赢得了什么吗？来，杨老师。我觉得纾困方案里面可以把这一群人列入加薪的部分，加班费，加他的单位，提高一个特别加级，第一种特别加级，
因为他是广义的抗疫英雄，他为了全民所需要的口罩可以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24小时，刚开始还没有国军支持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加班了，所以这些人是能够让台湾能够撑到，然后国产的增产到1000多万只，可以符合台湾需用这一段过渡期，几乎有三个多礼拜，我觉得非常不容易。而且刚才影片中间他们也没什么抱怨，他们晓得是他们不能够稍有迟钝，因为社会上你看排队也好或者要口罩的人仍然在继续中，所以尤其马上就要开学了，儿童口罩需要又多，所以这方面我真的呼吁政府是不是在大的，因为立法院还要嘛，明天就要审了嘛，是吧？礼拜五会进来，礼拜五会进来吗？应该21号，而且就是后天了啊，后天就会进来了嘛、那是不是针对这一批人呢提一个很简单，因为这个人不多，实在不多，这可以计算得出来，这完全是非常少的，因为你征收去征用去你征用的口罩厂有多少，给你更高的，对啊，你不能增加，那如果你因工而受伤什么的话，没有错，你不要给雇主增加负担，这个东西你要求雇主来支援国家，你就要给他一些回馈嘛，对，然后特别是回馈这些员工嘛，回馈多一点，我觉得正当性绝对有，甚至有些雇主他是改掉他的产线，他要给更赚钱的，所以你国家适度做一些补贴，这样以后才会让更多愿意配合。没有错，没有错，任何你像其他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德国、美国、法国都有这种。当你征被国家征用的东西，当那个东西，的维护或者将来的赔偿都是从优的。对，哦，不会说我今天征用了一部车，马路上来了一部车上车，那部车是11年的车子，我追了半天都追完了，破烂了，我赔你赔11年的车子的车价，不是的，他就赔的是新车的车价呀。所以这方面都从优，所以我建议立法院了。我相信立法院多数人应该不会吝啬于这非常有限的金钱。这个不会啊，因为那纾困的方案经费分多。我也请在座立法委员啊，瑞荣能够帮忙啊，来提出这个意见，因为我实在蛮佩服这群人，也希望他们保重了。是，你知道我要连线给这位哈，他同样在第一线的人员。不过我连线给他之前呢，让你看看经济部。他有一个很短短的影片告诉我们在第一线这一些口罩他们这些相关的工作人员是怎么样为台湾所付出的，来看短短的55秒。相关的 VCR 值得我们关注，这第一线人员怎么在这个关键性时刻付出他们心力贡献台湾，同时事实上有很多的影片背后真的有洋葱哦。姐姐看了影片之后呢，告诉大家弟弟有半个月没有回家吃晚饭哦，看了之后真的是还蛮难过的。他说因为口罩的产量在不断的推升，同时呢产量在这一周增加了3成，来到每一天可以有550万片。那政府在投注60条的生产线呢，第一条也正式上路了。只不过我刚刚所秀出是经济部他们拍摄展示整个团队协助整个机器安装跟生产的过程啊，但是呢在这个影片当中就看到姐姐留言。那姐姐怎么留言呢？她说她看到这个影片当中看到弟弟的身影非常感动，妈妈说弟弟半个月没有回家吃晚饭，回到家都9点多快10点了，但是呢非常时刻辛苦一天也是值得的。
你看我们的前线就是有这样的人，有所比较之后，你会不会觉得生活在台湾是非常幸福呢？我持续连线给这位药师哈，我为什么连线给他呢？你知道除了这第一线的像是口罩的相关的人员之外，还不要忘了，其实还包括像是我们的国军呢，我们的国军的相关人员也进入了第一线了。我连线给这位药师哈，在前线有许许多多默默付出的人员，我们连线给新北的喜悦药局的曹药师哈。曹药师，透过视讯我看到您的画面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我所看到的药局所面对的常常是一个人看店，但是面对是大排长龙买口罩，但是有一些人呢，甚至口罩买不到，恐怕也免不了又爆发冲突啦，甚至痛骂一顿啊！你自己的状况是什么呢，曹药师？每天早上开店的压力蛮大的，因为外面大排长龙，就是一两百个人这样子。那只要稍微延迟一点开店，大家就会有一点躁动。对，你是其实压力蛮大的，对。是，你是几点开店？那你是一个人开店吗？对，因为我们是新开幕的，所以就是其实很多药局、社区药局都算是单点药局，都是一个人在顾啦。对，所以一人药局的状况下，要接这样子口罩防疫口罩的发送，其实真的是蛮吃力的。那像我自己的状况是，我前面一个礼拜我就是带着三个小孩都没有办法回家，都只能睡在药局。那早上请我爸爸65岁，请他来帮我发号码牌这样子。对，那才有办法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口罩。为了赚10块钱。是是是，那你说爸爸来帮忙，你带三个小孩，因为现在延后开学嘛，对不对？那先生呢？先生的状况是在哪里？因为我先生在内湖，他也是药师，我们是同行。那他在内湖，他因为他另外一家药局等于也是分身乏术，没有办法帮我看小孩的部分这样子，所以小孩只能跟着我，就是住在另外一家我们这间药局这样子。那曹老师，所以先生在内湖开，你是在三重芦洲开嘛，对不对？对。然后三个小孩子跟着你哦，你说你套餐几点就开始开啊？8点开门，那大概7点半我们就要开始把所有的电脑连线都确认，号码牌都要确认 OK。因为有一个失误一个 delay 的话，就是大家其实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都会失去耐心啊，这样子。是，那现在你固定还是拿到200片吗？听说明天开始量会比较多，对不对？对，其实我现在已经要先分包，我刚刚已经在分包明天的量了。那真的量蛮多的，包了一个小时还没有包完，只包了1/3这样。是，真的很辛苦。那你一个人看店，要顾3个孩子，孩子多大？怎么照顾啊？大概我三个小孩是3岁、5岁，然后7岁这样子。对，所以就是他们只能自己在仓库玩，让他们自己玩，然后常常就是只能开电视给他们看。这是我听到最近很多艺人药局的心声啦，就是小孩只能放在旁边开电视给他们看，因为真的没有办法无暇照顾，因为你还要处理口罩之外，还会有很多咨询的电话，然后还有线上要结账的客人，然后还有原本健保处方签要拿的部分这样子。那像我有看到拿到健保卡插进去之后哈，确诊他的旅游病例之外，包括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了，可能要帮孙子去领的话，那孙子是儿童的话，明天开始一周就有4片哦。在地方执行上，你有遇到一些让你比较困扰的事情吗？比较困扰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些年纪大的阿公阿嬷，他其实搞不太清楚单双。然后可能他上一次领的时间他也忘记了，对，那他必须要你必须要帮他自己再另外做记号，要不然他可能会一直重复过来排队，然后排了队但是又拿不到口罩，他就会不高兴这样子。对，是每天重复都面对这个状况哈。我想请教哈，你们这样的辛苦面对这个状况有利润吗？你们卖的钱怎么处理？有利润吗？目前我们的工会它是倾向就是请我们就是全数上缴国库啦，所以其实我们是一毛都不收，没有收。那很多状况是，譬如说像你包装的包装袋，我们都是自己出，好自己花钱买。那像我后来，因为我爸爸他身体真的
受不了每天那么早起这样子，然后所以后来的状况是我这个礼拜我就开始自己自费请工读生帮我的忙。等一下，等一下，对对对，那署长，怎么可以哈？为什么自费找你？你等于是全职谋探级，全助缴国会，还倒贴呢？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政策？所以这一次可以的，黄毅说是靠我们哦。宿主非常高的我们国人在支撑啦，像我们这个医护人员，我们药师同仁，坦白讲哦，他一个人来买十块呢，那十块的铜板哦，那你这卖两百个，就卖一百个人，你要这么辛苦，你要包装成一百包嘛，这个一千块能够给他赚多少钱呢？而且这一千块是给政府的啊，因为他这个是替政府收的嘛。所以事实上，这个我们坦白讲，真的要对我们这些整个我们药界的，真的啦，还这个真的是要给他们特别的感谢。来，这个有立法委员在现场也要反映这个问题，对不对？要急着去反映这个问题。来，那曹药师，问题是你带三个小孩，那睡在药局要睡多久啊？我们睡了大概一个多礼拜，没办法回家，因为家里没有长辈可以帮忙顾。对，那如果我带他们回家，隔天早上来开店，等于他们也起不来。然后在药局的状况下，他又会很晚睡，所以我就只能让他们睡在药局这样子。真的很辛苦哎。谢谢曹药师哦，我相信类似像曹药师站在第一线为了服务的人员哈，所以我要呼吁所有观众朋友哈。哦，你想梦想呐哈，像曹药师这样的人真的很多。你想梦想，你要想到买到口罩哦。对啊。你哪是讲东抽哈，那没找到像曹药师这样的人，或曹药师的先生在内湖这样的艺人哈，药局里头顾店哦，非常非常多，全数缴国库，自己花钱去买包装，自己花钱啊，爸爸也来帮忙，啊，请功夫生啊，够撩级呢。哇，我相信。大家也做得很愿意干活的同时哈，那你也可以辛苦去排队，也都可以买得到了。如果我们当时的政策错误，没有这么多人员愿意加入台湾这个志工的行列，台湾真的是乱了，可能是像香港一样，你要买到100块钱、200块钱都未必买得到。非常谢谢曹药师，还有没有什么要呼吁的，曹药师？我还是希望就是说，希望政府可以稍微补贴药师一些啦，因为我觉得前线药师真的很辛苦，就是还要。因为还有很多有家庭的，那寒假也延长了这样子，现在看能不能在，就是比如说在健保给付啊部分，可以稍微补贴我们一些这样。是是，我觉得这是要的吧？那杨老师，你觉得呢？对，我觉得补贴是必要的嘛，这个绝对是要。要考虑的，因为一天200个口罩，一个才5块，还是1000块钱。我觉得这个上缴的钱实在不必要全数上缴给国库嘛，因为这一部分直接在所谓的口罩，因为国家既然征收了，在由国家来吸收那个差价嘛，那不价格就直接留在药局的当局手上，我相信总额也不会多到多少钱，因为一天假设500万个口罩好了，才2500万的成本。你拉到30天也不过7亿5，我相信在整个纾困方案里面，这个补贴里面也不过，在数额里面也是有限的。我想这一方面，凡是努力的在帮忙防疫的大前线工作的国家，都应该做他的后盾，不能让他们一边辛苦，花劳力精力还不能顾家人，还居然还要补贴，还要自己贴钱，我觉得这个是不合适的。我觉得这一点立法院都应该整体来考量，这个补贴应该也是可以在纾困方案里面考虑的。是，谢谢曹药师哈，谢谢你，谢谢你，也非常谢谢，包括类似这样的一个在前线的这些药师的人员哈，来谢谢曹药师，加油加油！你知道吗？营业时间8点到10点钟，哇，真的好辛苦，而且还要顾三个小孩，你公司。3回、5回、7回哦，对呀、啊，这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还是拢就 get 的时阵吼，真的雇小偷一样，因为一不留烟，可能突然之间哇，又哪里又跌倒了，辛苦了哈，加油加油加油，听起来真的是有洋葱温朗东。台湾的口罩现在还能去药局买还去闲，大家去想想看，这些药师有些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们为什么坚持去开业？不是为了赚你那个最后上缴1000块那个钱呢？对，他是觉得说他有一份社会的责任。在这个时候，他必须要站出来把店开着，即使他要顾小孩，即使他要睡在药局，他都必须要顾。台湾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哈，也是因为
你我在我们的岗位当中付出一份心力，让台湾的决策小组在现在的防疫的过程当中，至少我们守住了，还在控制的范围。你如果看看周遭国家，日本被骂翻了，南韩呢？南韩还出现一个超级传播者，因为南韩新增的11个确诊病例当中，都跟这名女子有关。台湾会面临什么样挑战呢？持续锁定新唐人，再会。